就今天就是最后一天了，我们最后一天的早餐。耶、yeah. ！我们要上班了，明天一定要做工了。有拿西罗马，又在吃拿西罗马。但是那间吃拿西罗马，这间又吃拿西罗马。啊，卖相不错。So, 你吃什么 ？Rice。我是蔬菜沙拉。有它很多配料哎，它很多果仁，还有橄榄，还有很多酱点选。嗯。吃的比较西式一点，选了这个面包，然后等下会把这个餐的手续塞在里面去吃，还有 scrambled egg， 现在还没有好的关系，所以我在等着。然后还有这个就是我们摄影师最喜欢吃的。OK， 今天我们最后一天的在这个丢曼，所以我们看这个街有什么，走，跟我们一起去。我们刚才走过，可是很暗，我怎么都看不到。对，昨天我们来过，可是很暗。到今天早上我们来逛逛一下，看一下有什么。在这个阿曼丢曼 beach resort， 很开心来这里玩，太开心了，是不是？因为有得吃，很多吃，哎，就是吃喝玩乐而已。好难过，要离开这里了，让我们好好吃一顿吧。应该是挺伤、挺不舍得的吧，因为 holiday 就这样玩了，我现在会去买一点手信的用品回来，然后现在我们在吃这些东西，就像一样的，我们昨天吃的那些 preference 是一样的。食物非常的多。OK， 我们来到了 Restaurant Toda 奇宜海鲜村，吃海鲜哦，走。那是海风球。看一下对面就是新加坡了。我去看生的海鲜。来吃哦。哇。哇，这个螃蟹的大只的，你看，哇哦！哇哦！OK， 我们来到了这奇鱼海帆村。海帆村，海帆村，奇宜海帆村。对面就是新加坡的，对，隔一条海岸就是新山了。你看，看到吗？新加坡新山。这套菜叫做酸甜红鸡，它叫酸甜红鸡，可是它不是鸡，它是鱼。是鱼。OK，
听说很厉害，吃鱼的都是会吃肚子，知道吗？酥脆耶！哇，应该是很不简单吧？鱼可以炸到这么酥脆。吃完那个我们吃有点辣辣的，来怎样啊？有没有蒜米在上面？还有点小葱，看好香哦，像那个蒜米。哎、欸，你看很特别，蒜香味啊！啊，你看，我以为这个它是豆芽来的，对不对？是它的那个呼吸的那个管。很好吃，然后加了一点小辣椒，对，香香的。拉拉，你来配饭是真的很不错的。嗯，你到底是拉拉？这个是大头啦，拉拉壳是比较长的，大头壳是比较圆的。哦、圆的是大头啊，像我的头这样圆是吗？不是，这个是另外一个炒法的，它是三八炒法，三八，三八的，基本像三八味道，完全不一样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嗯，它这个肉质比较 Q 弹，这个是比较鲜甜，味道甜，三八是比较强的那个口味啊，这个比较有点清爽这样子，因为它只是用蒜来炒，体现它的那个鲜味，它的口感不一样，嗯，对对对，哇哇哇，哇哦哇哦，哇哇哇，嗯。很甜，它那个壳是很好吃哎、嗯，因为它酱煮到很够味哦。下一个是菜胆，菜胆，吃点青菜吧。菜胆好吃的地方就在哈，我想加一点。它咬的时候它是很那种爽脆的那种感觉，再配上大蒜的那个味道，嗯，很好吃。嗯，好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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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番薯叶，嗯，三包炒番薯叶对吗？哇，好，对，还是。哇，我要拿整太好了，好大盘的番薯叶，哇，嗯，怎么样？我也来试试看。它三包放到刚刚好，我个人不喜欢那种三包放太多。对啊，有的太辣。对，有点。它这个刚刚好。我们有新的菜来了，哇，我看到了。OK， 这就是我们的今天的王牌螃蟹，辣椒螃蟹吗？嗯。金香的螃蟹，你要吃哪一个先？哎、欸，辣椒螃蟹一定要配这个嘛，对不对？对。金馒头来了。金馒头。烫烫的哦。哇哇，它皮酥脆的。嗯。我们炸香，它炸到很香。那我配它的酱就已经很好吃。想象一下这个酱再配它的饭，真的是超好吃的。因为它的精华全部都在汁里面。嗯，哎呀，好难夹，看什么感觉？很多肉哦！刚才那个活生生的螃蟹，现在变成我们的菜肴了。它肉质鲜甜，当你吸那个肉出来的时候，那种感觉，哇，那个是一个享受。OK， 我们来试一下这一个干香螃蟹，很香。对，还有那种辣椒香味，啊、咖喱叶啊，这边有放咖喱叶，干红，其实它里面很多水分哎。吃螃蟹就要这样一口气这样。所以你最喜欢哪一道？我其实最喜欢还是这一道，因为我个人比较喜欢重口味。我也是喜欢这个，嗯，因为你以为它干干的，它里面是湿湿的。对，它味道很浓，嗯，味道锁在里面，你一咬的时候，哇，还爆汁，爆汁。喷出来，喷到我的椅，喷到桌，你看像桌子像喷到了椅，而且它剪超大只，哇，就是这个，你喜欢这个，喜欢慢慢投配，嗯，这样也是不错的感觉。OK， 我们就到此为止，下一个饮食节目再见吧，嗯，拜拜。